新年快乐！这是2022年龙的年的第一个视频，祝大家虎年行大运，虎虎生威，恭喜发财！最重要的是身体健康，开心的学音乐。你的声音揭开了故事的谜语，落下今天的视频是由声 key 的钢琴自弹自唱进阶版所赞助的。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或者是教学对你有所帮助，你可以到 Gumroad 下载更多教学或者是歌谱，更多的 detail 在底下的描述栏。如果你是第一次来，你好，我是声 key， 你们的钢琴与歌唱伙伴，欢迎来到声 key 吧 ，Risky Music。我们今天要谈的是维里安的《如果可以》，这首歌的原 key 是 D sharp key， 因为我们是初学者，我们把它转到比较简单的 C key， 也就是说减了三个 key 的意思，对男生来说是个好消息哦。好，如果你是进阶生，你可以直接跳到这里；而如果你是初学者，我们可以简单的复习一下和弦。好，找到两个黑键，左手边的白键，这就是 C C D E F G A B C。所以你发现这是 C， 这也是 C， 因为这也是两个白键，这也是两个白键，也是 C， 这也是两个白键，这也是 C。左手边放在 C 上面，隔一个键弹，隔一个键弹，这就是一个 C 和弦。找到它第八度的 C， 一起弹下去，让这个 C 和弦变得更加好听，更加饱满。所以这是 C D E F G A， 以此类推。我在之前的视频《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五分钟自弹自唱，有更加仔细的解说什么是和弦啊、钢琴的指法啦、等等，你们可以在底下的描述栏找到这个视频的连接哦。当然，如果你是非常的初学者，你可以把和弦上面的小 M、Sus、七号都先不要理哦。好，来到 Level 1是最简单的一个 Level。这首歌你看到的，这边是一个空格，上面有个 F， 也就是说你先把 F 弹进去，再把你的歌词唱出来。然后这边是一个解字，也是一个 Bold 的一个歌词，你就弹 G。然后这边同一个空格你弹 F， 然后这边一个 Bold 的约定的约，你就弹 G。好，所以我们先找到 F。隔一个键弹，隔一个键弹，这就是 F， 因为 C D E F， 对不对？然后我们先把和弦弹进去。你的声音揭开了故事的谜语，落下一万年的约定。大树下的你，红色围巾，手心里捧的雨。哭了笑了，除了你还是你。哎，是不是已经觉得有点什么了？其实已经可以自弹自唱了。当然，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歌谱是我做的非常辛苦的，它包括了初学者的和弦，也就是上面的这些和弦，还有比较进阶版的和弦，也就是下面的这些和弦。换句话说，如果你是初学者的话，你就直接弹上面的这一排。然后就跳下去这一排就可以了。然后你对你的和弦比较了解了，你对你的键盘比较清晰了，你就可以弹比较复杂一点的下面的这些和弦，然后和弦也比较多。好，你可以在底下的描述栏找到刚才的我做的很辛苦的初学者跟进阶版和弦。虽然你可以在这个视频截图或者是在其他的网站下载，但你区区的2块钱不但可以帮我补贴一点点家用，也可以让我知道你真的长了音乐知识，多划算啊。然后同样来到 pre-chorus 这边也是一个 F。 我们如果又一次错过，不敢牵起你的手，我会多么期待当红线来的时候。哎，这样子那个 pre-chorus 就结束了。然后来到 chorus 这边，来到一个 C。 如果可以，我想和你
叫做 E， 而不是 E minor。因为如果你这样子弹，这是一个 E minor， 所以你需要把你的中指放在这边。好，所以你不是弹 G， 你是弹一个 A flat。好，我们再来 chorus 多一次。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就是这个样子，嘿，你看每一个和弦都弹一次，在那个 bold 的歌词上面跟着弹，其实就可以很简单的自弹自唱了。好，来到 level 2， 我们根据他的音乐跟他的拍子来一起弹那个和弦，从他的第二段开始吧。这边我们就一样，先把歌词唱进去，在下这边我们才把 F 弹进去。大树下的你，红色围巾。听到这里，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请帮我点个赞，让更多人可以讲音乐知识。如果你对歌唱有兴趣，就一定要订阅这个频道，并把旁边的小铃铛打开哦。靠近了，相信了，到底就让那个音乐变得，因为等一下之后会介入一个比较安静的一个 last chorus 嘛，所以我们的音乐这边可以稍微拉一下。当然，你刚才也看到我为什么弹的时候不是这样。你看到我做了一点点花式，这也是我们之前有讲过进阶版，你在算拍子的时候不一定每一次都要。有点沉闷，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可以跟着他的那个歌曲的那个感觉一起来算那个拍子。来到 level 3， 我们加入多两根手指，就从这样子的弹法，我们可以变成这样子的弹法，让整个音乐更加饱满，更加灵活。从 first verse 开始吧。你的声音解开了故事的谜语，下一万年的约定，大树下的你，红色围巾，手心里捧的雨，哭了笑了，除了你还是你。
永远不会变。这个 level 3其实跟 level 2基本上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我不是这样子弹，我是这样子弹，然后当然我也加了很多那个拍子不一样的那种感觉，让整个伴奏比较灵活一些些。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你可以考虑购买我在甘露的歌谱，或者是更多的钢琴或者是歌唱教学，以实际行动支持 Risky Music， 让我的小小频道不会这么快就死掉。更多的 detail 在底下的描述栏。